有同学不会画彩铅填胶啊，这个简单，我教你。先画一个矩形，切出四个角，左边留出一点点宽度，画一根直线，慢慢切短直线，画出辣椒凹凸起伏，再画出辣椒梗，最后用曲线连接切好的形，用彩铅描一遍形就可以上色啦。有学到的朋友让我看到你们点的小红心哦。这一次上色我们用的是互补色的叠色方法，先用黄绿色叠加暗部，明暗交界线的位置颜色可以深一些，再用红色继续在黄绿基础上叠加一遍颜色，再用橘黄色衔接红色叠加到亮面，为了让颜色更加丰富，亮面还可以叠加一些黄色，最后给暗部用白色加上些反光，梗的部分用色就和辣椒相反了哟。我们先画红色作为底色，再叠加绿色、黄绿和黄色，也要区分上下的明暗面，最后加上带一点黄金色的投影就完成啦。你学会了吗？